上火开始操作。净锅上火，锅中加入食用油，烧至五成热，我们下入猪肝。快速的给它翻拌，入锅十秒钟给它倒出来，只有这样滑出的猪肝才更加的嫩滑。各位老姐看一下，我们猪肝滑的非常的嫩，非常的滑。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我们下入小料给它煸香。煸香之后，我们再加入十克的豆瓣酱，把它给炒出葱油，炒出酱香味，然后把我们切好的青红线椒倒进去，炒出蒜香。好，把我们猪肝倒进去，快速的翻炒，淋入少许的米醋，加入锅边，加醋的原因才能提香。好，把我们的汁水倒进去，快速的翻炒均匀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关火，淋上小磨油，出锅。好，这样我们这一份啊，土匪猪肝制作完成。大家看一下，色香味俱全，酱香浓郁，猪肝非常的嫩滑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猪肝，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嫩，我替大家尝一个，嫩滑又入味，真的很好吃啊！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还没学会，我就掂着猪肝去你家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下期视频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。